花莲县议员胡仁顺在瑞穗乡成立南区服务处，南区主任邱志祥驻地服务南区民众，交朋友不分阶层服务，也不分党派，将与南区议员共同合作，致力解决南区居民的问题。 花莲县议员胡仁顺在瑞穗乡成立南区服务处，南区主任邱志祥驻地服务南区民众，交朋友不分阶层，服务也不分党派，将与南区议员共同合作，致力解决南区居民问题，让更多正确的资讯传递到南区。北区、中区、南区拢有自己的这个选区，但是有需民众，咱的乡亲有需要服务的时阵吼，我想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议员。 都会全力的来替我们乡亲来做服务。南区主任邱志祥感谢胡仁顺议员将服务扩及到南区，让南区乡亲有多一个不同的管道可以反映诉求。希望往后各位乡亲有任何需求，都可以来这边，来这边反映。那我们会用第一时间来帮各位处理，真正做到零距离。 乡亲的凝聚力的服务，成立南区服务处也是民进党加强在地青年的培力工作，让年轻世代有机会认识民进党的价值理念和努力方向。南区服务处不分党派，无关颜色，希望有更多青年关注自己的家乡，关注政治议题，解决在地问题。记者高双双瑞穗乡采访报道。